法华经全长近八万字，加上经文深奥，若不用心体会，难解其含义。里面有一些字呢，一些经文我们很难明白，幸好我们有参加品书会，我们有听上人的开示，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就会回去再看回品书会读的那一品。不只是唱诵，更要礼佛跪拜，年长的志工们精进文法做表率。我们是比较有年纪的人，我们要以身作则，让年轻人看，大家来成就，大家来圆满。慈济五十六周年，马来西亚净思弟子连续十七天与花莲净思精舍同步礼拜法华经，也邀约民众来参与。你看老人为谁出来了？他们家先上去了。你看来了，他们佛道啦，他们修啦，他们那里几行啊，十十年后你看不？你那念经就要看住。我大家就爱来了，念经就不来了咩？我来大家就爱来了啦。这就爱念个了嘛，未使做物件做淡薄淡薄帮阿干嘛。今日咱的心灵、身心灵哦，越烦恼啊，越有越减啊，咱六十八千、七十八千啊，两点钟内面啊。会好让人听啊，讲一个药安啊，医疗医让人连线拜金零秒差，感受到满满的法喜，也一解想师之情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功综合报道。